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孰云？十七，子曰：假我数年，五十以时亦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十八，子所雅言，诗书之义，见雅言也。十九，射公问孔子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汝昔不仁，岂为仁也？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